出神明庙方人员身着黄色长袍，准备颁发红包及寿桃。正当歌仔戏团长鞠躬答谢时，突然，这是台下舞台发出清脆的木头断裂声。整群人稳住阵脚，面面相觑，不到一秒，立刻大声尖叫。再看一次惊悚瞬间。舞台 V 字形塌陷，两排造景往中央纵砸，所有人东倒西歪，交叠在一起，吓坏台下观众。这个舞台比较长，那他在搭台的时候呢，没有去注意到他那个中间点要加强，所以我们的舞台呢，他就从中间这样掉下去，当场一个很危险的状态。说在台北市林社区道某公庙邀请歌仔戏团进行祈福酬神演出，当时在办仙科仪过程，所有演员都在台上，舞台中间结构支撑不足，发生塌陷意外。整群人跌落约一公尺，所幸最后没有人员伤亡。不过恐怖影像全被拍了下来，网友也惊呼：众仙瞬间跌落人间，太夸张了！一秒拆棚。搭台的人员有跟我们道歉说，因为他们有换人了，他可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缺少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可以借由这个事件让大家知道，舞台的安全是很重要的。戏剧团团长事后也在脸书报平安，当时舞台修复后，迅速20分钟内全员合力恢复舞台摆设，继续演出。圆满落幕。这里已经成功与台北报道。